明，相信啊，很多朋友在穿裤子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扰，就是呢，这个裤脚呀太肥太大了，每次穿起来呢非常的肥大。那么今天啊，猫宁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，我们不需要拿去裁缝店改，自己在家呢就能收裤脚，并且呢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。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找到这个裤腿的外腿缝，准备针线，第一针由内。